想要问一下，说这个年底前尾牙跟这个婚宴是不是会再松绑？目前考虑的方向是怎么样？这有可能啊，因为这个是台电。哎，这个部分的话哈，那当然我们也会考虑到说年那个再过来就是哈这一个忘年会啦等等这一些哈的活动应该会增加了哈，所以有可能是年底哈会考虑到这样可以来哈刺激一下这个经济的哈那。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还是要由指挥中心来做决定，什么时候？哎，松绑的条件上是哪一些？诸多敬酒还有什么？哦，那好几个啦，那这个指挥中心那边有在规划哈，那分阶段来松绑，哎。